来看南投的陶艺跟竹子工艺品享誉全国，南投县政府特别举办一连九天的艺术节活动。竹艺老师傅李瑞科把细长的竹子一修再修，表情认真，硬邦邦的竹片在他的手中都变得很有生命力。我们已经把一般的实用家具、实用器皿演变成一种很高贵高格调的装置艺术出来，现在我们可以呈现给民众看得到的东西，就是可以让民众欣赏到竹子不是一种硬邦邦的材质而已。而随着时代改变，南投竹艺品结合时尚设计，由生活器具变成了摆饰品，就连陶土饼也改走精致艺术路线。很耐看，它虽然不是很华丽，可是它却能够很吸引人。我们有非常精美非常丰盛这个竹陶艺的作品能够展出，相当的丰富哦。陶子跟陶土过去在南投的传统产业中是相当的非常有名气，而南投县政府也特地举办一连九天的艺术节活动，除了静态的展览之外，还能够 DIY 体验竹艺跟陶艺品，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。三七五五会潘立文南投报道。而最新消息来看，台湾台东屏东两地的